我们要把矿山建成这样的茶园，现在从这里引进茶苗，等到铺满了矿山会更好看。这也算是一番大事业。没错，其实是一番大事业，你也干成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能配得上。 欢子，你这回来能待多久啊？我过两天就回去了，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呢。哦，感觉咱俩好像从来都没闲下来过。是。那你往后，你那边要是……往后我会经常回来的，毕竟爸妈在这儿嘛。哦，好。反正你放心，我肯定把他们照顾好了，你放心吧。啊，谢了。 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领域，甚至是一个充斥着矛盾的综合体。围绕着它所展开的事物，也必然充满了矛盾。一方面呢，教育带着功利属性，希望我们通过被教育去适应一切，获得成功；另一方面， 教育又让我们解放心智，释放个性，舒展头脑。教育它本身又带着强化社会责任、重塑灵魂的社会属性。我相信游戏元素的加入，或多或少的能够弥补现行教育的某些缺失。既然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你又经历过学习和深造，那就应该去实践，在这一点上，我非常的支持你。我多做准备，寻找一个契机。好。 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什么呀？白鹭。小叶子，快过来。你看，那个鸟叫白鹭鸟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是啊，很美吧？你知道吗？以前他们就住在这儿。 姐姐每天都过来看他们，但是后来因为环境的污染，他们就都搬家了。现在他们回来了，是不是说明我们这里的环境又变好了？小叶子真聪明。来，你看，那边跳舞的白鹭鸟，我们来猜猜他们在想什么呢？ 笑什么？ 他就像小茶哥哥一样，是为了吸引同伴。好吧，小叶子，你毕业啦。西塞山前，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，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歇风细雨不须归。 相随，好啊，这就是艺术的力量。嗯，小鹏啊，我正式的收回之前对你舞文弄墨的成见，给我持续的宣传下去。好的，校长。我在想啊，绿野湖周边的湿地范围很大，环境一旦恢复，能不能在湿地建个公园之类的？那要是 能形成一个保护区，会不会更好？唯一有那么一点点小的遗憾，就是小鹏，你们把那儿好好的给我维护着，我请省林业部门的同志过来看看。
你这个头起得好啊！眼下，整个乡镇都在开始新一轮的整治工作，甚至啊，开始照葫芦画瓢，这是好事啊。不过呢，也不能过于乐观，摊子铺的越大，越容易脱节。你们镇的标杆必须要立得足够硬，而且要立得足够长远。好的，小张，我会继续努力。 七彩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来，白鹭妈妈，喝咖啡。看什么看？所有人都当我不着调，而只有你知道，我唱歌从来不跑调。那或许是我听习惯了呢。没有或许。咖啡好喝吗？ 怎么还坐着轮椅呢？习惯了呗。你阴着个脸啊！本来唱歌跳舞是我的强项的，结果风头全被那抢戏王给抢走了。我一男贫，我心绪不宁，所以我也要写一首歌。他们那个小情小调登不上大雅之堂的，您这是没开口，你这一开口，那绝对是这个。是吗？陆歌王。 干嘛？带大冒险啊！你知道吗？竹子呀，就是这里现成的再生资源，到时候这个家具、装饰，咱都可以拿竹子打造。那你也不能砍钱要钱人家竹子呀！哎呀，这当材料用。你得跟人家说一声吧，这事儿。不跟他说，他跟个事儿妈似的，磨磨唧唧的。那好吗？没事啊，到时候我砍的多少竹子，我一分不差的，我把钱还给他就行了。对。 我发现你现在是把我当成苦劳力在用了，是吧？没有，我这不是怕你憋得慌吗？我说带你出来散散心，你不觉得这个砍有时候也特爽吗？嗯，是，我砍这个，对呀，这怎么这么黄啊？这个可都不行了，咱要砍一个绿的活的，砍那个大，这颗啊？对，哎呦，这颗好肥哦，这颗是吧？嗯，砍。 你小心啊！好。哇，这个，好，好，哎呀，让我来两下。哇，流出血了，这是。啥味儿？酒。酒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像是洋酒这个。 洋酒哦，我尝尝，好喝？不会吧？哎，洋酒就是竹子血啊？这也有可能是竹叶青啊，这个。你别都给我喝完了。不是这个多着呢，这个。哎呀，我要知道这竹子有酒，我带两个鸡爪子来好了，我。 我醉了，我难受啊！喂，能怎么样？好，好手段。没点真功夫，还敢跟你逛小竹林儿？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你会了？啊，走，我先走。好，小心啊，小心。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，不敢了。砍，砍，砍，喝酒。我来。 都跟上啊！
太奇怪了，今天怎么一直白鹿也没有看见？老师，你看，你怎么都死了呀？好可怜啊！ 好你个王大头！现在政府的引导资金已经介入，我们把声势也造起来了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。再加紧打造新兴产业的同时，要抓紧组建营销团队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邱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能力非常强，我能理解。不过你什么时候对农村的发展变革这么有心得了？可能是因为生长环境吧。 看得出来，你看得出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你接着说。我从小比较叛逆，所以跟我爸的关系非常糟糕。但我有一个疼我爱我的爷爷，他退休前是两山理论的忠实实践者，经常会给我讲一些他的故事。小时候就觉得绿水青山总是会有的，金山银山才让我更有安全感，所以我就离开家去学习金融。 但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来到这儿，遇见你们，自己也成为了乡村振兴中的一员。现在我经常会跟我爷爷取经，和家里的关系也算是缓和一些了。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在这里得到了治愈、成长。虽然说这里是我的第一故乡，但我是最近才发现，还有治愈的能力的。简直是异想天开，这么简单。 人人都能造煮酒了，试试呗，爹。万一实现了呢？实现不了就会糟蹋我的好酒。那你一会儿看看能不能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百年不遇，人间惨案，爹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有妖也是你给招来的，我看看去。你放心啊，爹，我保证给你查清楚。 喂，文彤，啊，什么？岂有此理！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你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就去救你。啊？干嘛？爹，你保护现场啊！我先走了。慢点儿，我的好酒啊！ 文彤被绑架了，啊！被谁绑架了？王大头偷偷启动了专马摇，文彤去找他们，手里结果被他们给扣下了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去看看呀！反了天了，他们男人跟我学救人女的，留下看家。哎，方某处，你现在什么身份？做事还这么鲁莽？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走，该，作为生态大手，岂容他们胡来？这家有先机啊，这是男人不做横事，你这是。 不是，我让你防身用的，又不是让你去砍人。我手上没个轻重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也是。走了。哎，大伙儿都看见了啊！这可真是什么样的老师带出什么样的孩子呀！你说你们一窝蜂的打到我们村儿，开口就骂。 又打又闹，你不要冤枉小孩子好不好？我们什么时候打你们骂你们了？我们是过来讲道理的，可能态度不是很好，但是也是你们有错在先啊，而且还不让我们走。咱们这个村，一家一户一个法律明白人，到底还有没有一点法律常识啊？文彤大侄女，我呢是不可能真的跟这帮小家伙一般见识的，也不可能伤害他们，但是。 我要通过这件事让上头明白我们的苦衷，凭什么呀？啊，你们绿野青村又是什么明星企业村啊，又是什么振兴示范村？我们呢，老了不疼就不爱的，凭什么？那也是我们村努力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，我只管我们村到底以后。
帮孩子跑到这种地方来，出了危险，你能负责吗？ 胡闹，有人受伤吗？ 没有。通过这件事情看出什么问题了吗？ 从侧面反映出村民的环保意识加强了，博古村民也是知道的，他们的情况会比较的特殊。 在产业方面呢，除了传统的竹木加工，就只有砖瓦窑了。村里的年轻人除了到外地打工的，就是在绿野新村就业。两个村子的关系可谓是一衣带水。况且啊，这两年绿野新村的发展，博古村的村民呢，都看在眼里，多多少少会有些负面的想法。这种情况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呀？只有一个。 合并入绿野新村。你这个想法倒是简单粗暴，有效。儿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打架的事儿咱们千万不能干啊，吓唬吓唬他们倒可以。现在你把我管理啊全镇的这垃圾处理，人多的事儿，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。 我派些人过去给你住住呗。啊！我说你就别瞎掺和了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妈，你是没认识到这次博古村性质的严重性。虽然我理解他们的心情，但他们的做法我是完全不支持的。再说了，领导们马上就要来考察湿地了，如果能够形成保护区的话，那意义是非常大的。我是怕你出事儿吗？不是，放心吧，绝对出不了什么事儿。 你说你上一次自信的把票都投给人家儿子了，我真是不相信。我说你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？那你说哪壶开啊？老太婆，我发现你不对头啊！你最近这脾气可是越来越长了，你怎么着？是不是因为我不当矿长了？哎，你觉得我给你丢人了？行了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，我这不是关心儿子吗？好了嘛，放心吧，事情不都解决了吗？你看，最关键的是啊。 我认识到了，各村发展的重要性。从今往后呢？好了好了，我呀，真的是不想听你们说这么多了。你呀，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。吴阳，哎，你不洗澡把那衣服换了，在这干嘛呢？你说这乔小泉，这当我什么都能干，我这不给他修摩托车了吗？ 欺负咱外来户是吧？这人，那经受都干不过来了，还修什么摩托车呀？商业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你说这怎么弄吧？这事儿，我早就看到这破玩意不顺眼好久了。如今啊，作为生态大使，我有权将它强制报废。什么意思呀？拆。啊？这真的像世外桃源一样。如果能够把空置的老屋改造，变成民宿。 打造成古村旅游，可能可行。旧房的改造呢，政府会给予一部分的补贴，空置的老屋可以租。
租赁或者说是联合运营的方式交给你们统一管理，还是整体纳入集团统一施工吧，不然光私改乱建这一块处理起来就很头疼了。嗯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来，你们看这个呢，是我们家老宅，空置了好多年了，都想不想进去看看？看看，哇，这好棒啊！以前更好，只是说这两年都没人住了，少了几分人气儿。唐牧阳，你把这翻新一下。可以，但是得先出材料钱嘛，不能总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呀。牧初，现在经费这么紧张吗？哎呀，你们不用管韩牧阳，他天天就是那个样儿，好像谁委屈他了似的。不是，哎。我干这么多活，钱呢？钱呢？那不给你记账呢吗？还能差你钱啊？我不是怕你拿了钱之后你出去瞎嘚瑟吗？那不是以前没人管他吗？那现在不是有我那什么吗？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给钱，给钱！哎，这个村主任，总经理，你说你们谁不欠我的啊？不说好了拿工资，你着啥急呢？关键就是工资我也没见着啊，那年底结年薪嘛，你说叨，哎呀妈呀，你老是年，主任，你说这，哎，书记，是不是没人管了？得，又没要上，太气人了。真要是有两株红枫就好了。可以啊，但你要知道，我只有这株房产。我又不私自占有，你怕什么？明白。什么？走了，换个地方看看吧。九爷交流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。什么启发？他说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和游戏教育结合起来。嗯，好主意。哪个小兔崽子偷我酒了？我都闻见味儿了。九爷你慢点。臭小子，敢挖我的酒。大王哥来闻闻酒。嗯，好醇厚啊。哎，小熊啊，你偷九爷的酒干嘛？九爷，我想用您这酒造主酒。这都怎么回事啊？我跟韩牧阳干的。谁让你们老是只动嘴不出材料钱啊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你俩光砍几棵竹子也就算了，你看看给我家竹林祸害成什么样了。哎呀，那不是喝多了吗？要不然谁能干出这种事儿啊？是不是喝多了也不能成片的砍人家竹子，你砍那么多竹子干什么？打家具做装饰啊。挺有特色啊你。不是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天我和瑶瑶一刀下去
结果那个竹子它流出酒了，你说这能谁想得到啊？而且关键那味儿还特香，我俩就琢磨着说尝一尝吧。结果呢，就越喝越多，越喝越想喝，左一刀右一刀，右一刀左一刀。是啊，这也不能全怪我们。那谁能想到那竹子里还有酒呀？那我要知道是钱小泉往里灌的，那请我都不喝。你还有理了是吧？来，今天我就让你们尝尝到底好不好喝。来，尝尝，还真有啊！不，还怎么一股腐烂的味儿啊？不是啊，那天的酒特别好喝。死竹子里呕出来的酒怎么可能好喝？哎，那天我们砍的是活竹子。对你有可能活竹子的酒好喝，你要不然找一个活的试一试。再找就到别人家竹林了，还在找？哎，你确定是活竹子？我确定呀。那天韩牧阳说挑一根活的砍，我们就找了一棵特别肥、特别绿的，然后我们就砍了几刀之后，那酒就顺着我们砍的那个刀口就往外流了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不是所有灌了酒的竹子都会死啊？那天喝的好像还是洋酒。哦，对对对，洋酒，我记得那味儿。小泉啊，你有往竹子里灌洋酒吗？有啊，可为什么灌了洋酒的竹子就能活呀？哎呀，说不定你这竹子呀，它有可能崇洋媚外呀。就凭着那瓶洋酒，就够给你俩量刑的了，还团伙作案？呸！这呸！我呸！我呸呸呸！你们都别吵了，听九爷说吧。这竹酒啊，古已有方。爷早年每个清明前呐，都会灌上几节，入冬后自己个喝。好喝，爷啊，你说我这灌了酒的竹子怎么都死了呢？首先呢，这原酒需用传统手艺的纯粮酿造，一丝假掺不得，不然这竹子就会死掉。其次，就是这酒精的含量是关键，度数高了，竹子受不了，容易醉死；度数低了，但得无味，惬意变质，喝不得。来，拿那个，哎，钻孔。好嘞，哎，祝酒，选几年生的，选什么品格的竹子，间隔几节祝多少酒，这都有讲究。我不说，你们肯定不知道。那我大不了这一颗竹子我住一节酒不就行了吗？若是自家自用倒也无妨，可要批量生产，就要考虑到成本和产量。大伙儿看，就这一颗住一节酒，你们说成吗？这就浪费了。那哎哎哎哎啊，哎哎哎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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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住酒啊，一次性注满肯定不行，酒注少了也不行。若是这新酒空气过多不利于陈化，若是一点空气都没有，酒无法在氧化与还原之间的转化，达不到新的平衡，自然出不来效果。那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解决了。这密封的方式手法用什么材料，既能保证密封的严实，还能保证针孔长得上不留痕迹，这都有讲。剩下的就是等待。等待，等竹子和酒一块成熟，待酒慢慢渗入了竹子的清香即可。简单吧？一点也不简单。宰酒欲寻江上舟，
出门无路水交流，黄昏独倚春风立，看却花开处地愁。有道是好酒须得好水酿，咱们宝水河无疑就是好水呀。你们可知道为什么20年前我丰潭不再酿酒了？宝水河被污染了呗。九爷，现在环境已经恢复了，宝水依然是好水。可用什么酿酒呢？粮食啊。粮食在哪儿？你俩可知道我小的时候咱们博古村叫什么村？是叫诺古村。曾经是万顷良田皆为谷，可如今谷在哪里？九爷，我明白了。博古村的诺古田呢，是我们山区里少有的平整良田。以前呢，农民的收入偏低，再加上开了矿场之后，很多人都放弃种地去打工了，导致良田被荒废了。所以这一直是九爷心里一块心病。所以九爷希望咱们能够把酿酒和良田结合起来，这样也能一举两得了。我对酿酒没什么兴趣，我就喜欢煮酒。同意啊，但凡是陆总喜欢的，就是我支持的。作为掌门人呢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煮酒，那只不过是我酒企下设的一个小分部而已。那就分家吧，把外面的酒买进来，然后再打进我们那竹子里。没我的技术，你能干成吗？没开始搞呢，分家。你以后别说这话啊，影响团结的，你这是。你别光教训我们呀，你这你。啊，是你就是眼高手低，就在这说。你们就算要打造新煮酒，那也得酿酒厂先打造起来再说呀，有什么可争的？不是我眼高手低啊，也不是我不在乎什么煮酒。九爷说了，那煮酒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生产，而是在于存储。那煮酒成熟了，一旦切割下来，那酒精度就会大幅度下降，竹节也开始缩水甚至腐烂。这期间如果咱们销售不出去，那不砸手里了吗？风险很大的。那如果我们把卖不出去的煮酒装瓶打造成瓶装煮酿的话，应该是可行的呀。邱总，我不同意打造诺古田，也不同意碰酒水市场，更别提什么煮酒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给个理由先。第一，农民种地不挣钱。第二，白酒行业竞争大，同质化极其严重。我这次决心扎根绿野之后，心突然安静下来了。我现在想投入我的全部，只做纯粹的事情，但前提是要看得见、摸得着。政府现行的政策和乡村振兴的未来就是我最大的保障。要让我去靠资本打造，去冲击水很深的酒水市场这种事情，我不会做的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邱总的顾虑，但我认为，良田必须恢复。酒企也必须成立，煮酒也必须酿造。相信这片土地，我也相信九爷的酒，就像我相信这个绿野湖水一样。就算它曾经被污染过，但它总有一天会恢复让人生机的。请进。董会长。哟，来，请坐。怎么样，还适应吧？感谢彭会长的收留。秋风这丫头也是的，算是对我的惩罚吧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小伙子对女人倒是有担当啊。这算什么担当啊，说来也惭愧，谁能想到在那绿水青山白云深处竟有仙都。想当初他是想派我进驻的，可我当时拒绝了。看样子你还是心有不甘。哪儿那么容易放得下呀？那再给你一次进驻绿野山区的机会，你是否愿意？博古村安石坊烧过，我再熟悉不过了。记得童年的时候，我就是在给爷爷买酒的路上度过的。那时候一斤酒2.8毛，爷爷给我3毛钱，剩下2分钱，我买5块糖。现在想起爷爷活着的时候啊，
还是感觉到很幸福的。你看看，这酒很香啊。酒自然是香的，但酒香不是衡量酒质的唯一标准，还要看它是否醇厚、绵柔，以及喝下去的感受，还有内在和文化。综合起来，安石坊烧过绝对是好酒。彭会长是想打造出一款高端的好酒。谁家的酒不好？谁家的酒不高端？谁家的酒没个杂七杂八的系列品牌呢？绿叶家的酒可以没有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宝水镇重新开酒厂。方文初已经开始对外招商，我身边有几个做酒水市场的朋友，我打算联合他们砸几个亿进去，先把资金流动起来。至于结果如何嘛，到时再说。我明白了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就代表我商会去跟他们洽谈，有几个亿跟你撑腰，你知道怎么谈的。我愿意，就算为了他，我也愿意。好。装修起来得花多少钱呢？这花不了多少钱，酒厂不是酒店。九爷说了，设备简单，重点的是工艺和酒基。哎，九爷的地窖下面还有好些好酒呢，酿造出首批好酒不成问题。哎，那个挺好。哎，回头我再进一批这个糯谷，赶快把第一批酒先酿出来。啊，对，小陈，你发动一下咱们老乡们，赶快动起来，把那个咱们那个万顷的糯谷田种起来啊。凭啥我去发动啊？您这有群众基础啊，是不是？哼，我才不去呢，我还得找九爷寻酿酒呢，要去你们找老支书去。哎呀，谁去都行，主要是咱们现在把这个老乡们的积极性先调动起来，回头酒厂跟他们签署这个预购协议，保证这个价格不比市场的回收价要低，那么好粮酿好酒嘛，是吧？主任，主任，你这个情绪你高涨一点应该多好啊，对吧？好酒呢当然要高端了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的话，短时间内根本做不起来的，而且这种酿酒厂很难招商的，也许最后呢就像秋风说的那样，只能自己生产自己消费。那不成自产自销了吗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你咋听不懂话？不是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是压根儿就没有差价。那赚啥呀？咱们的酒好，那是为了到外面的大市场挣外面的大钱的，不能仅限于咱们乡里乡亲的，明白吗？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，前两天呢，省里来领导视察了断头崖，他们说山顶的老店有非常久的历史，而且非常有研究价值。哎呀，这么玄乎呢？我准备打造一个景点出来，然后加上一些运动项目，比如说滑草之类的。滑草干嘛呀？咱们要搞就搞一个滑翔翼的俱乐部，那高端呢。你哼什么呀？用你的后半生感谢我吧，要不是我，你把那老店都给崩了，还滑草呢，劳改去吧你。哎呦，还真是。我劳改不起，取消了吗？哎，现在是你们的村主任正在带领走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，好不好？是好。霍启明。